好的教法进入您的心，改变您的生活，帮助这个世界。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陈真义工，联络电话06-271-6616或06-271-6612，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二段345号。如果遇到小小的水灾、旱灾或父母生日，也应当禁止屠杀数日。保护生命，普度众生，尽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生命讲座。刚刚讲到转换的一个学习带来的什么样的好处，包括这样的做，这样的一个改变的目的是要调伏内心的自我，那怎么把这个心主张引导到正念上去哦？那在最后的一个建议上哦，希望我们可以把六德哦去好好的实行。六德就是懂得、记得、舍得、认得、觉得、学得哦。那道理都非常的简单哦。你要懂得善解人意。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对方他的出发点的好，那我想解释100次。你也没有办法理解，所以懂得善解人意，善解人意很简单，但是我们懂不懂得？记得感恩图报，我们都认为这是应该的，这是必须的，这是绝对的。那在这非理性的一个观念之下，我们会把当时啊，这个对方的一个资源啊，我们记不住了。如果对方做了100次的好，一次的不好，我们就那一次的不好就特别特别的记住哦。那舍得，舍得慈悲喜舍，这个慈悲喜舍哦，包括内心，包括行动，哦，包括我们的一个嘴巴去用赞叹的，都是在做慈悲喜舍，而不是只有金钱才慈悲喜舍。认得。是非善恶哦，现在的社会是认不得，他就是只要是票数多的，那就赢得这个大多数的一个支持哦。那你看看，是非善恶是现在这个社会最欠缺的哈。一个简单的一个事件呢，可以扩大、扩大、扩大。那因为大家现在的一个出发点是以我为中心哈，然后。还要觉得生命可贵，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人没有去珍惜这个生命哦，然后学得欢喜自在。那这六种德哦，只有你在心静的时候，你才可以听得到内心缺的哪一种。然后我们如果一直在幻想明天会更好，明天会更好，那怎么？倒不如去珍惜今天身边当下
你所拥有的。我们每个活在现在的人都是在想昨天或者是未来，然后世事无常哦，其实明天没有绝对。很多人说生老病死是大家平均拥有的哦，那不一定哦，有很多人还没走到老的这个阶段，到生然后就病或者是死了，他可能还没有到老哦。以前大家都知道生老病死是平均大家都可以拥有，而且机会均等，没有的哦。每个活在现在的哦，都是在想我昨天如何如何，然后我未来应该要怎么样。那世事无常，明天绝对没有绝对哦。那请问各位哦，人生到底有多长？人生有多长？人生有多长？人生有多长？你看我，我看你，人生有多长？啊，不一定，说不准。其实哦，日本的那个日修禅师他说，人生只有三天，你同意吗？人生只有三天，你同意吗？你摇头不同意，可是你会说昨天怎么样，我今天怎么样，我明天要怎么样？那就这三天，有吗？我昨天，我记得昨天，然后今天应该要怎么样？今天必须怎么样？明天绝对怎样？所以这个日修禅师他就说：“哎，其实就是匆匆就三天可以过哦，昨天、今天、明天这样子哈。”好，然后我们如果活在昨天的迷惑哈，或者是活在明天的等待，那倒不如活在今天的精彩。那今天24小时，如果这样就过了，不是很可惜吗？我请问一下，这一瓶水大概几 cc？ 几 cc 呢？几 cc？ 300 cc 对不对？那请问在座各位，这300 cc 对你来讲重量，你可以承担吗？可以吗？可以吗？你确定哦？这300 cc 你拿，你以你的那个身高体重，你拿这300 cc 有困难吗？没有哦。那如果一个3岁或者4岁小孩子拿，有困难吗？有困难吗？想好才讲哦。3岁小孩拿这一瓶三有困难吗？没有，对不对？没有，对不对？这问题就来了，你都没有问我拿多久。拿多久，对不对？拿一小时可以吗？你确定可以吗？我这样一直拿一小时，手不酸吗？可以吗？你刚不是告诉我300 cc， 我们的这个高度、这个年纪拿300 cc OK 吧？然后拿一小时可以吗？一小时可以吗？一天呢？一天呢？所以你看，要不要改变？要不要改变？刚刚我们讲，哎，这个几 cc、3cc 多不多？不多，然后可以拿吗？可以啊。那这个水就问题来了，是它的重量吗？是它的重量吗？数学老师在哪里？是它的重量吗？是你拿多久，对不对？后面有人讲时间，那是教什么的？是历史的、国文的、心理学的。来，原来不是重量的问题，是你拿多久的事。那各位，压力跟这个烦恼就跟你拿多久有关系了。你拿了一小时就放下了，我说给你听，我说说的气气的，我数落完了，哇，垃圾倒给你，哇，多好啊，没事了，我没事了。那你如果不到，一直放着，本来是垃圾桶，变垃圾车来了，垃圾车来啊，收垃圾来了，可是你还不拿出去倒，在家里就怎么样，臭。然后你看看，一样，你拿的这个水一个小时 OK， 拿这个一天不行，哦，这这么酸，这个不是处罚，这处罚要拿多久？各位你知道吗？我这一只手骨折以后，那个复健师说，哎，你要拿水哦，这样摇拿，我说啊，这样才刚断2个月可以这样拿吗？说
应该可以，不然你问医生，我问医生说可能，他说不可以，你这一年都不能拿这个洞，会再断掉。所以你看，重量可能不是真正问题，真正问题是你拿多久。那一件事情放在你心里多久，它就会一直在发酵，一直在发酵。所以直取，直取，这就是直取。你把烦恼直取多久，执着的执，拿的拿，取物的取，直取的时间多久，你的烦恼就会跟着你多久。所以呢，改变自己哦，改变自己是由苦转乐，由苦转乐。所以在走第三项，走出自我的这个迷惘里头哦，我们要远离什么？刚刚前面是远离七种死哦，然后这边也远离七种垢，欲垢、见垢、疑垢、慢垢、嗔垢、坚垢、睡眠垢。那你会说，那这个好像应该是跟前面差不多吧哈，前面是这个烦恼来，那后面这个呢是你自己预购，就是说我自己做得好，我善行功德，我希望别人知道，就是我希望昭告天下，这个杯子是我四修义买来的，这我买五十个，各位你坐的椅子是我搬的。那这个预购就是说我希望我的好要帮别人知道。第二个建构是我自己做的事情我觉得好，我执着分别了我的看法，我的见解。好，那位同学他在放电脑，他坐了一整天，他说哇，你们都在谢谢老师，你们都没有谢谢我按的呢，啊，你都没有注意，这是我在执行，我电脑多厉害，那个师傅有多厉害，我没有电脑他哪会这么精彩。这就是他作为他做得好，他认为没有我你加不了分。我们生活上有没有这些人？有。但是各位，我刚讲的不是他的意思，那是我讲的，我借他来做道具，来引导大家更认识什么叫建构。来，疑垢，疑垢是对自己的功德善行起的这个怀疑，就说啊，他刚刚很明明我在那边放啊，他隔壁那个第一个那个小姐，她做那个投影啊，我们工作太多了哦，演讲，她昨天对那个资料对到一点，她说哇，这个我做的啊，你们觉得投影好都没有人给我掌声一下，给她掌声一下，哎，那这个是什么？怀疑。我做的怎么没有掌声？没有人说啊，你那个很好，可不可以给我？哎，我可不可以随便点让我抠一下？人家就觉得，哎呦，我昨天做那么晚，有这个价值，有人跟我欣赏哎哈。那这个是怀疑，然后慢呢，我自己做了，我跟他较量了，哎，刚刚师傅说第一个电脑厉害，可是现在师傅又说那个小姐秘书昨天也很厉害，那到底今天这堂课的电脑是他厉害还是我厉害？我看看，要不是我做这个，你们也不会看到这么多。哎，这个就是较量，轻慢的哦。那第五个，骄，就是我觉得我比你好，就是功高我慢。然后第六个尖的话就是吝啬。哎，你这个可不可以让我抠？哦，不行，这是智慧财产权，不行，这个是我们的东西。哦，这不行，这个你要跟谁怎样？哎，这些呢，就是变成有这个吝啬的心哈、哦。然后随眠垢就是，这明明是别人做的，但是我告诉你说，哎，请问这你做吗？是啊，其实我的同事，我借用，然后你看看第一个。如果没有我的话，哎，怎样？然后第二个，执着分别了，你看他都没有感恩。第三个，怀疑，哎，我这样做有错吗？第四个，这个、哦、你跟我没得比。第五个就会常常听到的，他算什么？我做什么时候他不在哪里？第六个，他凭什么获得掌声？第七个，他有什么资格？
哇，他抢人家的功劳，这七种烦恼哦，我们日常生活常常碰到。所以一个人其实世界很大，但是我们的心很杂。那我们看到世界上很多的变化，我们也有心疼，我们也有参与，然后我们也会响应。那当你的日常生活中受到委屈的时候，你会真的就默默无语吗？然后你受到委屈，你这真的像说的说笑笑就好吗？有可能吗？那如果做不到，我们就看下面教我们怎么去转换学习。我们常常就在讲说，钱加班加到这样子，然后要算，如果正常的班是要加多少，假日的班要加多少。我们今年看到本位主义，这个大家罢工，那这样有样学样，没样自己没有样的话就自己创造，然后每一个创造更新更新，然后每一个都是怎么样，权力被威胁。有人说：“哎，你罢工关我什么事？我这样困在这里，我哪里都走不了。”然后钱啊，我们都说赚不完，事也做不完。重要是问题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解决不完。那烦恼消灭不完的话，我们建议不要做井底之蛙，把自己陷在那个僵局。我们要用力的往上跳，跳出这个僵局，因为眼前的世界太小，未来的世界才大。在调伏转换学习里头，人生总是在对与错之间在摇摆。其实我们都做错了，可是因为这么多人说对，我们也跟着说哦，是是是，对对对。所以调伏自我的一个妄心啊，要下面这七种心不要产生：不生杂染心，不生疑惑心，不生这个嗔恨啊、嫉妒啦、坚韧啊、嗔恼啦、善乱啦、愚痴啊。这字面上看，这七种心真的不困难，困难的是你会不会往那里做。说心无所住的话啊，事无强求的，你如果能做到心无所住，事无强求，那东南西北你就可以安住。我们改变自己的话，就说哇，今天没有阳光，但是有吹风还不错啊。然后今天我刚进来看，哇，这个这一次的这个工作团队哈，我们升级大学的工作团队布置每一组哦，哇，这么我都想坐下来喝喝茶，聊聊哦，心情世界。一啊，二啊，三啊，每一组啊，那个花都插得很精致哦。后面那一区茶点呐、啊，或者是这个散书结缘呐、啊，也都布置的哈、哦。这就是升级大学的同学有供养心，有供养与会各位。如果心可以不住那七个方向所产生的烦恼出来的话呢，没有掌声，你也可以享受我独自的一个清净。所以守好你的心，你才能珍惜真正的一个情感。前面讲你要不要坦诚，后面讲你怎么走出这些迷惘。哎，我这些功德啊，希望别人知道我做的这些功劳啊，怎么去做这个比较。那我觉得我不能被覆盖的，前面的那个七垢的烦恼，到后面这七种心不要产生的话，你守好你的心，珍惜你最真的情感，你才能享受最美的心情。那享受最美的心情，你才能感受靠你最近的幸福，靠你最近的幸福。你不要想到人家十三天过去，你前面幸福就摆在你前头，可是你既然没掌握，你那个杂染心啊、嗔恨心啊、散乱心啊、愚痴心啊，已经把你跑到世界各地去游玩了。游玩回来以后，你还不知道说心已经被污染了，没有珍惜真正
真的情感，没有享受最美的心情，所以你感受不到靠你最近的幸福，你就任由时间哦流逝，岁月来变迁，太可惜了。所以心无所住，事无强求，则东南西北你都能安住。那做的这一些学习呢，是希望引导我们自我内外没有二元障碍。这句哦很有意思哦，我们有时候是被外面障碍，别人说了一句话你就跳起来的发脾气发飙，有的时候是自己内心自己障碍，内外没有二元障碍，有时候自己障碍自己，有时候觉得别人障碍我，有时候我们障碍别人，我们也不自知。所以做的这一些的目的是引导我们内外没有二元障碍，那可以不抱怨，你就可以不忧伤，你不会一天到晚一直在吐苦水，那你自然而然哦，你就会觉得你眼前的幸福或者是你当下的心情都会是最好的。有时候我们生活压抑久了，你就换个环境去做个深呼吸，我们如果被困顿了，被困惑了，可以找人谈谈。一辈子哦，各位你一定要交三个知心的非常知心的朋友。所谓的知心的朋友，就是说我跟你谈的我最难堪的部分，我敢面对你，我真诚跟你面对的时候，而你过了我这里，换一个场合你不会给我提起，那这样真心的朋友他会解决我们现在的困顿。那为什么要三个？一个是这个时间你在这个地方他不在，那个地方他没空，那三至少可以选到一个一吧。所以三个生命的过程呢，选三个非常知心的朋友哦，这一定要认真的去思考。如果说刚刚讲目的哦，在引导内心内外没有二元障碍你的话，那最后一个智慧的建议是你来学习哦，松，第一个松，学习让你的身体放松，身体放松呢就会把意念的执着也跟着放松。你去压，哎呦这肩膀怎么这么硬，这个压力啊火气啊都上来，所以学习松，放松身体，放松你的意念执着。第二个柔，柔软你内心，调和你的细情，你的内心能柔的话哦，讲话就会好听。你有没有感觉有一些人讲话就特别甜特别好听，那就是从什么关心，很贴切的关心。然后第三个是静，让你安静内心一切的众缘。众缘就是说现在我在拍照，有人挡住我了，我就说哎，你可不可以过去一点啊，你一直在这样子破坏我的画面。那这就是外面这个缘已经扰乱到你的缘，你这样我没有办法建档。然后我们现在在排队要上洗手间，有人就不排队，哎，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在排队啊，排什么队，急得要命你还排，噗他就进去了，你就气得半死。所以是怎么样安静内外的一切众缘啊，这才是我们真的每天要去学习的。然后第四个静哦，清净身口意的造作，看起来非常简单，可是我的身有没有在做造作，我的身已经在生气了，说哎，你没排队，然后口就骂他说啊，你不懂的啊，排队是一个基本礼貌。第三个就吵起来了，那个意就造作了。所以清净身口意的造作哈，一带二，二带三。所以咱囡仔时阵拢和长辈嘛讲，你教歹囡仔大细，有没有？原来身啊、口啊、意啊，到底是谁先走，谁先带你去造作？来，我们再看第四个哦。身心安顿的话，世界宽哦。舍利佛阿比谈论里讲哦，心心术法，讲心哦，讲我们的心哦。我们现在第四个策略要讲身跟心怎么去安顿哦。那在这个论述上讲，心跟心哦，怎么
怎么去相应呢、啊？他说我们应该要清楚的知道，有一些东西可以相应，有一些东西不相应，有一些东西无相应。你懂我的意思吗？就说我现在讲要喝可乐的人举手，哦，三票，那就是我们三个就有相应。然后七个人就讲，哇，那个可乐有什么好？要喝热的人举手，热的说，喝热的好，热咖啡好。你说我不要，我要冰咖啡，这么热。然后你看看十个五个，一家人都有相应的、不相应的、无相应的，还有更多相应、无相应、无相应、不相应，可以心心相数，可以千万种。你前面说，你看那个买那个饮料，去冰、扫冰，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啊，扫糖什么糖？这个在国外哪有这样啊？所以原来有这么多，喝那一杯有这么多的什么相应、不相应，还有无相应，还有相应、不相应、相应、无相应。哇，这个你个外国人，这是什么意思啊？啊，扫糖、去冰、去冰。有人问的时候，我说这话听阿伯呢，这什么意思啊？他就拿表格给你看，我说谁发明的、啊？哇，怎么会弄成这么复杂呢？那换一个角度来看，有人就要这样需求，几颗冰，几颗糖，是不是？有人就这样需要，就是我不要，我要吃黑咖啡。所以我们应该要知道，心心术法里头相应、不相应、无相应。然后产生出来的千千百百的相应、不相应、相应、无相应、相应、不相应等等，那我看就回归到身受心法这里头来。那身受心法就是四念处的一个对峙，建构四念处的价值是在哪里？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身就是不干净，你这个早上起来就要刷牙漱口，那就这个早上起来就要去上洗手间，去处理一下昨天的晦气物，是不是？接下来这个你看看那个影歌星啊，上完妆哇怎么会这么漂亮，哇卸妆什么吓死人，那原来都不清净。以前有一个女孩子喜欢一个男孩子，一直要追求他，可是这个男孩子我就不喜欢。然后他们很苦，去找这个祖师大德解梦，解这个烦恼。他就说你喜欢他什么？我什么地方都喜欢，眼睛也漂亮，哪里都喜欢。以现在讲就说帅呆了，是不是？现在的话叫帅呆了，是不是？好，他说好，那你等一下。好，那这个男生呢去上完厕所，不要冲，不要冲。大便小便的排泄物，然后再请这个女孩子进去看，你看一下，这时候你最喜欢的人他刚刚上厕所东西，他说哇好恶心，那你还喜欢哪里？你刚不是喜欢他的眼睛嘴巴鼻子，他刚刚就是他那些东西，他说哇那我不喜欢了，我不喜欢了。这也是一个很厉害的觉悟者，看着他的这个不清净的地方，不要了。所以观身不净的话，以不净观去对治我们的贪欲。我刚刚讲的那个故事，好，观受是苦，以慈心观去对治你的嗔恨。慈心可能对自己的小孩子，就说啊，我刚刚讲这个小孩子包尿布啊，以前这个上年纪可能就知道那个尿布要洗，现在就是免洗的然后有的刚新手的爸爸妈妈看到那个大小便就很怕，所以你看看现在年轻的女孩子同居或者是在离婚，这么多台湾小孩子被虐啊，受虐的儿童，台湾是在前面就冠军那小孩子就被这样活活打死，然后这个小妈妈小爸爸也没有慈悲心去对待一个新生命。所以观受是苦，每一个生命不管他多大多小，他是强者弱者，我们都应该用慈悲心去对待他。
然后第三个观心无常，我们要用因缘观。为什么今天这个因缘我就要坐在你隔壁，我买了这个车票你就在旁边一直在打电闹，这样吵的他打电动吵的我不得安宁，然后怎么去对治愚痴？你用因缘观才会去对治这个愚痴邪想。家里两三个小孩子，这两个不用烦恼，这个就特别让你烦恼。为什么这个因缘他要让你烦恼，而那两个不会配合你演出？那两个为什么一直配合你演出？你希望他上什么学校学什么工作他都配合你演出，那这个为什么不受教？第四个观法无我，以无相观去对治一切的烦恼力哦。所以四念处对治的身受心法，你可以对治下来，用不尽慈心因缘无相这样的一个作为哦，才能真正的让你的人生价值重新提升哈。我没有很细的再去做吹敲，是因为时间的关系。然后后面呢，我看我到的时候，我看的这个手册哈，很多讲师哈，他会针对这里面哈这个大纲，会还有延续的一个话题。错，我刚也看了一下哈。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讲到四念处以后，那我们要调伏转化的学习哈，有哪一些哈？行动的先驱啊，行动，哎，你会做这样的一个选择，你会投予这样的一个习惯下来，有这个行动的话，就是取决于你的认识，所以认识啊，是行动的先驱。你拥有什么样的认识，你就会有什么样的行动。所以我们常有句话说啊，你误会了，就是因为我们认识不够哈。那说开了就好，说开了就好，就是把认识又增加往前一步。那所以你的认识，你拥有什么样的认识，就产生什么样的力量。所以豁达的人生啊，是因为你有宽阔的心胸，然后我们能坦然生活，是因为我们对对与错，我们能界定清楚。所以建构慈悲喜舍的生命观哦，用平等观去化解冤亲哦，这个平等，我想，因为他没有到这么样的认识，所以他会做这样的一个举动。那我们界定他是在60分，所以我们用平等观60分，那自然而然在人事物的一个营运经营上，你就能化解冤众。那用慈悲心，慈悲喜舍的慈啊，你要用平等观。当你想说，哎，那师父在讲慈。好，那这个策略就是用平等哦。如果他是60分，我们就用60分，我们就不会要求70分、80分、90分，所以就不会结这个怨仇。那平等观是让我们具足快乐跟快乐的因，平等观是让我们具足快乐跟快乐的因，就是说，他就是60。哦，好棒哦！他经过我的引导变65，你就好高兴。我的引导他65，而不是说你怎么笨到这样子？你可以95，为什么变65？那这个你快乐吗？你就不能具足乐，也不能有快乐的因，听清楚了吗？第二个，用慈悲的观来消泯怨尤。那就是远离苦跟苦因，用慈悲观。刚讲我他60分，他就是60分，我怎么想办法让他65分、70分？我还得想办法。哎，我用 A 方案、B 方案，哇，用 A 方案没用，我再用 B 方案，用 B 方案，哇，不错，
跑到七十分了，那这时候你就可以远离苦跟苦的因，而不会生气说我要你九十，你怎么我用 A 方案呢，我用 B 方案呢，你还在七十而已，那这个苦跟苦因就甩不掉了，就不能远离了哈。第三个，用因缘观净化人我，因缘观随缘就能成就善缘。现在说，哎，我想要参加什么样的一个图书的一个设备？好，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好，那我出3000，你出2000，好，就是买5册、10册。好，那这个图书好了以后，哎，我这个月刚好没钱，但是我可以来服务。你要送到哪一个偏乡地区、深山？那我来找车，我来找人。那这个的话就叫什么？因缘观，随缘成就，而不是说，哎，我们五个都有出钱呢，那他怎么他没钱？他怎么会比我们没钱？他车开比我们好呢，他还听说什么时候全家还要去旅游呢？那你没有因缘观，没有拿出来用，就说哎，其实他也习舍了。他说那一天他可以找三个人开个卡车，他帮我们送一天呢。所以各位，我们以前的古德啊，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讲得多好。就随缘啊，成就这个善缘。第四个舍，用定慧观去发展潜力哦，这个是可以让我们远离苦乐两边平等住。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前面因缘观，让我们去思考，你出3000，我出2000，他出4000，他出5000，零零总总加起来我们可以买50套，但是我们还有两个同事没有出，但是他要用一天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帮我们去做分送，那这个呢我们都能接受，而且也纳受这一个他的出力，他的出钱。这个月他所得比较多，他5000，我这个月刚好分的几个地方，我只能3000，那我们也能欢喜的去看待3000跟5000这样的一个因缘。接下来快乐的也来了，然后我们把快乐跟苦两边平等住。虽然他没出钱，那我们好像少了一份这个出钱的，还有有两个来出力的，那我们能这样做改变的话，自然而然哦，你认识什么，拥有什么样的认识，你就有怎么样的一个行动。那做人也一样哦，做人就像水一样哦，你高我就退，绝不会淹没你的长处；你低了我就涌进，绝不暴露你的什么缺陷。就是我刚那个比喻，出3000的跟出5000的，开卡车去分送一个礼拜的，那这个就是你高我低，我低你高，我不淹没你的长处，但是我也不暴露你的这个缺陷、哦、所以我们低头是来做事啊，用心才去做人、哦、有一个影片哦，我们高雄气爆的时候，我们有做的一些剪接，但是今天我们没带到，但是我们带到一个歌词哦，也跟大家分享，能大家看过一次以后哦，我们再来讨论来。To consonants, when comes a sudden chance?
how far from love to hate you can't anticipate. How far from then or now, when laughter spreads somehow. How far from you and me, forgiveness only. How far from heart to heart, the sky to the earth.从生到死有多远，呼吸之间，从迷到悟有多远，一念之间，从爱之间，从古到今有多远，笑谈之间，从你到我有多远，善解之成荒台，当新欢笑着旧爱，当记忆飘落尘埃，当一切是不可的空白。人生是多么无常的醒来，人生是无常的醒来。Hey.
好听吗？醒来了吗？这个真的哈，这首歌做得很好，这是佛教的一个这个写佛法的内涵里面揭露出来的哈。刚刚从第一讲到第四哦，讲到这么零零总总，就这几句话，从生到死到底有多远？佛弟子问请教佛陀，佛陀说：“那你说有多远？”有人说100年、50年，有人活到90岁、70岁、80岁不等。其实佛陀说：“哎，你扣掉你睡觉多久，然后你的这个喜事啦、丧事啦、生病啦、烦恼啦、吃饭啦等等哈，喝咖啡、聊是非啦等等，还剩多少？”那佛陀讲：“其实哦，就在你呼跟吸。”你这口气不进来就再见了、哦、所以从迷到悟有多远，其实就在一念之间。所以为什么说转念改变自己，我们能快乐 跟不快乐，压力跟放下烦恼压力，就在一念之间。那从爱跟恨，我喜欢跟不喜欢有多远，其实当无常来的时候，什么爱跟恨都不见了、哦，从古到今有多久？原来是在我们从我们的岁月开始到现在，我可能走了40个年头、50个念头，有的最年轻的可能20几个年头。那到底有多远？其实就在笑谈之间，叫什么？一笑泯冤仇，是不是？然后再看看你这个从你到我有多远？我跟你可以。结的这个3年、10年、50年，上一代、这一代还在结冤仇，其实有多远？就是我们善解之间。那心跟心有多远？在天地之间，就天跟地，就这一个环境而已。那当一个很快乐的一个欢乐场合，变成的一个荒芜的一个地区的时候，那当心欢笑着旧爱，当我们的这一个记忆断断续续飘落的，到回到原点，原来一切是不可得的空白。人生是有很多无常的醒来，今天的一个改变自己，就改变你的整个世界哦，就是要靠我们怎么去做醒来。那今天这个第四项的一个目的啊，叫我们做学习啊、转换啊，目的哦，是让你今天比昨天更肯定自己。其实我给的资料很浅显，在你行动有没有办法做转换？这个目的是让你今天比昨天更肯定自己。我本来非常的生气，我现在觉得我可以慢慢原谅，那就是比昨天更肯定自己了。那我们的智慧建议是随时啊要给一个称赞，给称就是称赞，给该给别人赞美的，该给别人好处的，就是施予，不要一直握在你的手上。你的亲家50，朋友80，记得给。第二个积，遇到诽谤的你就让，你就给一个让，我牛你，我躲你，我闪你，我让你可以吧？毁，讥笑、毁谤，第三个毁谤哈，你就要有量，要有雅量去包容。那个称赞你哈，那个给你一个掌声的、啊，有名誉啊，这个我们要更谦卑。然后利，碰到利欲的时候，你要能少欲，要记得忍。记得冷的话，你就不会惹得一大堆的烦恼重生出来。败，当已经走到这些成败、啊、衰败的时候，我们要更学会去宽心面对。然后遇到苦、困苦、困惑，我们要担，要能承担。快乐来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要怀疑无常是不是要来了。我们有讲一句什么？那个乐极生悲，好。
那上课到这里哦，一念万年啊，万念万年就只有一念，我们的一念可以想到扎沙提瓜这个未来的世界啦，未来的宇宙啦，但是万年也在我们一念之间，所有的苦都从心里产生出来，唯有我们调伏自我哦，时时刻刻去思想思念一切善法，然后你就不会失去利益智。利益智就是说好的智慧，拥有好的这一个正念哦，聪明的一个很有智慧的上智者哦，还没有做之前他就已经惊觉了，已经上智者未行之前已然惊觉，中智者就是中班的这个聪明的哦，他大概要做之前哦，行之当前他就突然发觉，然后比较下下智慧者做了以后依然不觉，那各位你就选选看，我是惊觉发觉还是我根本浑然不觉。面对困难哦，你细心去面对困难你才能化解危机，耐心去克服困难哦，你才可以获得良机，然后你解决困难要用心去解决困难，你才可以转会到这个转机。讲这么多不如我表演一下好了哈，这支是什么？各位应该很清楚吧？啊？胶水，胶水哈。这个是一个什么？花器，好。我给它盖着哈，好。我这样水大概注了多少？有没有200cc？有吗？有吗？没有，那你跟我这么计较，那就算100cc 好了。各位，那有没有注到里头来？没有哈，好。我换个方式，我把它转过来哈。来，这样我加了多少水？我加了多少水？你听到水声的，加了多少水？啊？200cc 吗？好，有人摇头了。多少？这多少？我也不晓得，我也不晓得这个多少。那你觉得够吗？我加这些水，你觉得够吗？你觉得够吗？够吗？有人说不够，有没有人问我说：“啊，加够不够是要做什么？是要泡茶还是要插花？”哦，你看到我。再继续加的吧，对不对？有吗？有吗？好，各位，你觉得我这样要做什么？我不要你这样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这个扫过来这边怎么样？够不够由什么来决定？好，真好，这边，这个指向你了，来这边，来这边讲。做老师就是怕讲错，对不对？一起学习嘛，来说说看，猜猜看，来，心要放空。还有呢，真好。再来呢，这边男众不给个答案的话，他不转。转面，再来呢，都是女生在讲，男众讲一个，他才肯再转哦，快点，我等一下还要给师父讲。来，说说看，啊？没有什么，没有水再倒，不够再加，对不对？真好，这个是这个上年纪讲的就不一样哈、哦。可是不对呢哈、哦，来师傅呢，师傅呢，后面的师傅找一个，快点，指向这边的，快点。为什么要表演这个是做什么？猜到了吗？猜不到，学生也怕猜错，来。很简单哈、哦，我今天用了2个小时跟各位分享。如果你的心是 open 的，你就装进去了；如果你刚是从头到尾是盖着，我讲有用吗？没用。这个跟我们学习的态度是一样的哦。这是释迦牟尼佛教我们的，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打开，
那你才能装。你打开多少，它装多少。我今天是这个可能装满有1000cc 吗？我如果用10000cc、10000cc 来做领纳的话，那全部就归我了。我都不接受的话，我公洽行生来某某好啊，他就不注水，他就不进去。你刚拆的1000cc、50cc 怎么样？注不注进去？注不进去的。这个哦，要不要改变？靠你自己。哦，好，最后呢，生命的旅程我们都在学习哈，用一种热情的态度去担待生命。那生命的旅程，我们用一种光明的角度在宽待这个世界。那生命的旅程，你我哦，都用温暖的一个气度去善待万物。改变世界呢，从改变自己开始，从改变自己开始。我们非常谢谢这个主办单位哈，给我们这个时间哈，可以跟大家分享醒来哦。然后呢，当你穿鞋子的时候，穿不了你会怎么样？不合脚你会怎么样？你就脱了，你就脱了。那这个衣服你不适合穿，你也会放下来，不会直取着，因为脚不合鞋，鞋不合脚，你直取都没用。刚前面讲的这个瓶水拿不是重量，是时间的问题。那这个我们要怎么去拿与不拿，什么时候放下，由你来决定哈。然后如果在这个生命的旅程，我们大家必须要学习的是一种热情的态度，那我们才能担待这个生命，那用一种光明的角度才能善待你自己的内心世界，还有你所熟悉的外在的世界。护持生命电视台，邮政划拨，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划拨账号19965232，19965232，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7388，012001197388，传播佛法，救护生命。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起建49日药师法会，日期5月2日到6月29日，时间每日下午2点开始，恭请湛信法师主法，联络电话06271-6616，06271-6616或06271-6612，06271-6612，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避免信众于密闭空间无法保持社交距离，一律采直播方式共沐佛恩。欢迎加入分会赖群组，可登记病苦者每日法会后皆会回向。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书法班招生，方朝中老师教授，日期7月13日星期三开始，每周三下午3点到5点，招收对象国小国中生，请提早报名。报名电话06271-6616，06271-6616，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量体温。